蓝天白云，咁样嘅婚礼相信系好多人心里面嘅梦想。不过呢个沙滩究竟喺边度呢？唔通系有超级富豪买咗个私人沙滩嚟搞婚礼？唔使估啦，呢度系南区嘅浅水湾，想喺度搞婚礼都唔系好贵嘅啫，2500就得噶啦。大家冇听错啊，真系咁平噶！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已经开放咗六个辖下嘅场地俾公众租用，作为举行婚礼嘅地点。六个场地分别系鲤鱼门公园、浅水湾泳滩、九龙仔公园、九龙寨城公园、大埔海滨公园以及西贡海滨公园。如果各位准新人有兴趣在这些地方举行婚礼，最早可以在结婚日期的12个月之前递交申请表格。恭喜晒！咁想问翻两位咧，其实点解会拣嚟浅水湾沙滩呢度举行婚礼呢？因为我中意沙滩咯，系咯，咁又可以 casual 啲啦，开心。有冇特别咧困难嘅地方咧？天气咯，控制唔到咯，唯一控制唔到。系啊，所以咪预咗好多。book 咗，不过佢迟咗，迟咗到。其实咧，嗱个婚礼都好顺利举行啦，有冇啲咩同翻即系双方讲咧？有冇咩同翻你而家老公讲咧？多谢佢筹备嘅期间好努力啦，好多即系好多细节佢都会有啲意见啊，帮手啊咁样。好啊，我觉得佢搞得几好啊，几开心，就系咁简单。参与系我参与啫，乐在其中系咪？一路做一路好开心啊！恭喜晒两位，祝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不过其实康文署租场费虽然唔贵啊，但系要搞到咁大阵仗，可能都要花唔少心思嘅。咁各位准新人咧，如果都有兴趣租用康文署嘅地方去举行婚礼嘅话咧，咁就记得留意清楚啲细节啦，譬如几时开放啊，同埋点样申请等等啦。